都住喺啦，王奶奶。 唔好俾佢走鸡。 我要鼓一个保镖，红龙可不是好惹的。嗨，我有点饿了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奶奶，你欠过他们的钱。你要 money order 还是现金？现金。钱在哪？ 听说你最近赌运不太好，是吗？那为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总是发生？你个流年运气仲系好过。